哎，你们干嘛、啊？在这？关你什么事？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。哎呦，快点！别动手！我没钱的。哎，菲菲、嗯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怎么还动手呢？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，快点给我，我要用钱。他，来来来来来来。你苹果十五你都买得起，你居然不拿钱给我用？你把手机还给他。姐，你不拿钱来的话，我就把手机拿去卖了。手机拿来啊！有喂，人家那么听话的啊！我不管，我就要找朋友喊我出去。喊你了，反正朋友一定要喊你嘛。我不，快点！老大，你手术了，你手机一看拿来了，你这个不需要钱吗你？来，把手机还给菲菲。不，我说了，今天不拿钱的话，手机你别想拿回去。来，菲菲，你到这边坐一下来。这谁呀、啊？是你表妹吗？我从来没见过、啊。你爹都不听话。行，我去给他讲。你在这里休息一下。嗯、来，把手机给我。你哪个？我是他朋友。我发现你一天吃饱了撑的，多管闲事。我还不能管了吗？那你要是他朋友，你就帮他把钱给了噻。你把手机先还给别人呀、啊？你拿别人手机是什么意思啊？反正。我看这手机也值得到几千块钱，跟我耍几天了。你拿这个钱拿去玩？你没上班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每天就拿钱出去高消费？啥子班需要我亲自上哦？来来来，你把手机给我。那你先给钱。多少嘛？你想要多少？200。加给你。2000。对啊。反正你是他好朋友的，你就把他给了噻。他每天在家里干农活，身上有2000块钱吗？你要这么多？来来，你先把手机给我，这个钱我可以给你。现在给了我就把手机给你。你先把手机给我，好吧？我不会走的。来来来。麻烦你不要多管闲事。我怎么就多管闲事了？我马上喊我兄弟伙来收拾你。叫他们来嘛，我在这里等他。我不打女人了，2000块钱是吧？来，我给你，少给你，钱已经转给你了，可以把手机给我了吧？哥，你赚钱也是真帅，你要不是菲菲的表妹，我还懒得跟你讲这么多。你看她一个人在家照顾爷爷，容易吗？那我有事情就找你了。你下去好好找个班上，不要一天鬼混，知道吗？刚才没摔着吗？